躺在上面了吗？哦，悲惨。哎，这个适合凯哥，凯哥这个适合你，你这完全可以躲进去。对啊，你这样有人，你直接就这样子啊，好适合你哦。哦，这个也可以啊。晚安。哇，这个适合我，龟息大法。找不到我。哎，你在龟里，这就是闺蜜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这是我们的闺蜜。哇，闺蜜你好啊，闺蜜，闺蜜你好，闺蜜你好。我们闺蜜今天绑了一个。有个平板。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孤单的小雨头像是那个。所以他就是那个小丑，你看他头像。不，他只关注了六个人，就是我们的那些 CP。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六个人没有回关小雨。看了是吗？你看。对，因为粉丝嘛，没有回他们。球球，哇，刚在健身房做过有氧，就是元气满满的一盘。小姐 respect， 我也不能落后。哎，闭关写歌第十天，这个蛮酷的。等你出关约起你说，柴菜，哎，你这柴菜也蛮帅的耶。刚排完，哎，他像那个浓眉大眼版的徐志胜啊。浓眉大眼版。书柜的书多到放不下了，白送谁要？然后小周说，大神有逢考必过吗？你怎么这么 boring 啊？对啊，你说对了，就是纯学习，纯学习。刚学会一个新舞蹈，我坐等更新。哇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还学着坐等更新？坐等更新。哎呦喂！哎，每一个人都会有孤单的小雨的那个。对啊。所以说，孤独的小孤单的小雨就是他想交朋友，坏的没人不是他其实就是想交朋友而已。这些照片好像都是在这个房间拍的，是吧？他们都住在这儿。我知道了，小雨有人格分裂，其实这屋六个人都是同一个人。啊，这就是小雨的家。因为所有人都在同一个房间拍的照片，所以他有不同的六个人格，然后每天只能星期一跟你玩，星期二跟他玩，星期三跟我玩。等会儿看一下刚才那个，是不是我们从来没有一天玩过？对，不同天都不同天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查查，哎，查查，哎，来来来，没事，没事，我们有链，我们有链，不怕不怕。Thank you。啊，是石青老师。现在是要干嘛？啊啊！来。嗨，小雨。老鼠的游戏就要开始了，你们这几只小老鼠可一定要藏好了，谁要是被我。在下面，他怎么藏啊？所以有这个，对对对，给我让点地儿，小夏，我要不一直罩着你，给我让点。准备盖上来吧，你。我盖着呢。你快压死我了！哎，没事，我们靠这个。啊！我都盖好了。
快急死了。哎呦喂！你们真的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吐了，我要，哇哇，我一身汗，哇哇，齁呢，哇齁呢，在下面，因为挤不进两个人，一龟不容二人。哇，小贾呢？小贾被电没了。在这儿呢啊。我这么大地儿，怎么没人躲？让他拿那个电蚊拍儿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们藏得挺深啊，竟然都没有被我抓到。真的吗？既然如此，就让你们进入下一场考验吧。哎，要跳舞了。哇，赛博啊。跳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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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谈恋爱